冯团长，师长，能不能按时到达？放心吧，保证按时到达。季参谋，要通知部队快速前进。是。给骑兵让路。对这次行动有什么反应没有啊？战士们担心任务有变化。我看担心的不是战士，而是你，对吧？停车。丁司令员，郑司令员。啊，你们行动的好快呀、啊！兵贵神速嘛。说得好。好。等着你们的捷报啊！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司令员。他们黄河纵队为什么往后撤呢？不是撤，也是往前开。也是往前开。好了，这以后你就明白了。是。再见。丁司令员，老丁。桂兰呢？丁司令员，老丁。你好啊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要打济南了，我们万湖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民工队。对，好啊，我和桂兰也报到来了。是啊，欢迎你们呢。哎，桂兰同志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我看见崔铁柱连长了。丁司令员，我们万湖庄的乡亲们送给你们一件最好的礼物。礼物啊，你等着。桂兰的，不要，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。好，快走。哎、老丁，什么东西都不缺、啊。老丁，老丁，此去南京，蒋总统对我们向徐州靠拢的计划有何心事？向徐州靠拢不是老头子的意愿，他仍然坚持要会战，但是会战的地点不是徐州，而是济南。所以要树立与济南共存亡的决心。济南徐州唇齿相依，如不确保济南，势必危及徐州。徐州再一告急，那南京就不堪设想啊。共军连日向我逼近，颇有大兵压境之势。我倒希望共军把他的主力都开到济南来，决一雌雄。驾。
蒋处长，请吧。司令，请。请。令。请吧。我先向诸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徐州剿共总司令部的蒋处长，专程到我们济南来指导作战。不敢不敢。目前共军主力调动频繁，有突然向我济南发起进攻的迹象。南京认为共军把主力集中到济南周围，正是我国军举行大会战的有利时机。蒋总统的决心，我们坚守济南，把共军拖住，然后我们空中策应，内外夹击，将共军一网打尽。诸位，济南会战非同小可，我们不但要坚守济南，还要把共军消耗在外围阵地，挫其锐气。待我徐州援军一到，聚而攻之，扭转战局。为达此目的，南京严令我们坚守一个月。我再说一遍，坚守一个月。坚守一个月不在话下，济南的攻势是天下数得着的，碉堡星罗棋布，战壕四通八达，纵深100多里，不用说坚持一个月，就是他娘的3个月也能顶得住啊。是啊，济南北依黄河天险，南据高山屏障，是个易守难攻之地。可我们西郊飞机场呢，无险可平，守备薄弱呀。吴军长，这个问题嘛，王司令官已有所考虑。会战如获成功是党国的大幸，不过会战成败要看徐州方面能否按时出兵。死守待援、守而不援的战例在国军的战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呀。啊，我受徐州刘总司令委托来说几句。此次会战关系党国命运，必须精诚团结，合力作战。只要把共军拖住，定能稳操胜券。至于援兵，吴将军不必担心啊。太过虑了，我相信能坚守半年，我们的城墙日本人修了7年，我们又修了3年，在任何的一块地方没有10万吨钢铁，那他休想打开缺口。共区生产的那点钢铁仅够打锄头用的啊。哀兵必胜，骄兵必败，狂妄轻敌，何胜
之有。兵书上说，贝州则易待。参谋长说得好。别认为我们防备十分周全，就可以万无一失。面对劲敌，如果稍有懈怠，则战局不堪设想。那你我又怎能报效党国呢？更何况共军现在攻坚能力有所提高，作为高级将领，如果指挥再有差错，则死无葬身之地呀。吴军长之虑不无道理，会后请稍后我们再做计议。是。望众位将领官至监士气振，不骄不馁，誓夺会战的胜利。请司令官放心，我愿全力以赴。司令，共军又开来一支主力。济南已成孤立之敌，把它拿下来，打通京浦线中段，我华北、华东两大解放区就能连成一片了。这就为各兄弟战场同蒋介石进行决战创造有利条件，我华东野战军就能够腾出手来挥师南下，配合中原野战军同徐州一带之敌进行大决战。徐州一带有多少敌人呢？80多万。对，把它消灭掉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重要步骤。这是一次严重的作战，盘踞在徐州一带的刘峙、邱清泉还有个李弥可能来增援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对战役的发展必须估计三种情况。第一，在援敌上远之时攻克济南；第二，在援敌已近之时攻克济南；第三，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，必须首先争取第一种，其次争取第二种，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。三野司令部要求我们纵队全体指挥员要牢固树立连续作战的思想，就是说不让敌人喘息，同兄弟纵队一鼓作气把济南打开。对，刚才丁耀东同志代表纵队党委做了发言，希望同志们认真贯彻党委的决议，迅速完成作战部署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没有。好，会就开到这儿。好，大公一师的同志们留一下，散会儿。老方，你们师任务明确了吧？按照纵队交给我师的作战任务，我们的作战方案是：第一步，打下敌人设在济南外围的主要堡垒东固山。这个像小喇嘛似的碉堡群，驻扎着所谓王牌军的一个团，是块硬骨头。把它拿掉，就直接威胁敌人司令部。第二步，突破外城以后，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，突进去。兄弟纵队在这儿，这儿突进去。完成整个战斗任务，你们需要多长时间呢？用40天完成战役准备。40天，太长，
还嫌长？我们再开拓开拓脑筋吧。好，报告。司令员，政委。好，司令员，政委。好，这位是主力二师师长赵浩同志，这是炮兵团长包明同志。前线指挥部为了加强我们的战斗力量，把榴炮团配属我们参加作战，把主力二师配属我们做预备队。好啊，欢迎欢迎啊，郭团长，团长，好，同志们请坐吧，坐吧，好，坐吧，哎，请坐，参谋长，来来坐，请坐。司令员，可别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啊！你放心，丁司令作战向来是把钢用在刀刃上。有你这位炮兵团长，加上孟团长，真是猛虎添翅膀，能飞又能闯啊！这次工程主要看你们的了。哎，我唱的是配角，主角啊是他。老包，这次工程你准备花多少本钱？买门炮啊，这个数，90发。现在呀，只有9发。九发？原来你带来的大炮都是些饿肚子汉呢。我的大炮都是饿着肚子来找饭吃的。何师长是老后勤处长了，他有办法。不，我可没那么多。炮弹要是窝窝头嘛，你要多少我给你捏多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炮弹不够再向蒋介石要。周政委、何师长，哟，你们先出发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郝团长。同志们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。上。是。同志，你找谁？我找情报处。哦，小张，到，你去给带路。是，再见。再见。地下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，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，是吧？哎，还是你们的侦察战士了解的多，在城里神出鬼没，闹得敌人昼夜拉警报。老丁，小顾，还小顾呢，都老了。是啊，十几年了，都变样了。来，请坐。哎，哎，怎么样？最近这几年都干什么呢？他现在的身份是大夫。哦，这次到我们这儿来。是地下党派来的，这是他带来的情报。谈谈吧。自从王耀武召开军事会以后，济南飞机场开始戒严，蒋军南来北往，调动频繁，现在正在向飞机场集结。坐守西郊飞机场的是吴化文，上级要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，这对解放济南很重要啊。对。哎，是啊，在前线指挥部的电话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徐州的敌人要实行空运？嗯，什么时间起飞？明天。第一批要空运3个加强旅到济南。是，敌变我变。前线已经打响了，马上出发。何师长，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能下火线。哎呀，师长同志，得先到包扎所把弹片取出来，快走吧。师长，走吧。哎，老丁。怎么，负伤了？指挥所向前推进的时候，
敌人打了一阵排炮，很轻。战斗进展的怎么样？很顺利，东谷山前沿阵地已经被我们突破了，现在正在一号阵地实施突击。照这样打下去，用四天拿下东谷山毫无问题。老丁，对这种打法我很感兴趣。你先治疗，前方有我们的。小玲子，到。你要好好护理贺市长。他不听话，光给我下命令。你现在是他的司令员。是，师长同志，服从命令，走吧。把周政委请来。是。一团，一团，部队进展情况如何？要及时跟指挥部取得联系。报告。对，司令员，请你们去。好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是。说吧，要具体数字。对，孟团长的部队正在这个地带向一号阵地发起猛攻，占领一号阵地以后，部队向侧翼发展，占领这个小山头，然后绕个圈子向主峰运动，最后拿下这个小古城堡，消灭王五的王牌十九军。这样打法优点是先易后难，步步来比较稳当。何师长非常欣赏这个打法。缺点呢？夺取主峰的时间要稍长一点。一点是多少？四天，最快也得三天。哦，一团指挥部来电话说，一号阵地地堡群全部炸毁，歼敌两个连正准备向侧翼发起攻击。讲具体数字。击毙39，升俘182，未关13。这些敌人在什么地方抓到的？一号阵地的地堡里。这么说，敌人跑掉一个连？跑掉一个连？是跑掉一个连。一号阵地总共是三个连。对，根据情报处的报告，在发起攻击之前，敌人从一号阵地抽调一个连到主峰接王牌军的防。主峰上的王牌军呢？撤走了，又从黄河边上调来七个连在固守。王耀武在搞什么名堂呢？共军的主力既在我西线，那我把十九军调到西山，不但可以加强飞机场的防守，对，还可以控制西守备区的吴军长。他这个人私心大，胆量小，对他不能不防啊。王耀武把他的王牌军从东固山撤走，说明他要死保飞机场。这个狡猾的家伙，王耀武把他的王牌军撤走了，这对攻打飞机场的兄弟纵队就增加了负担。对，如果不能迅速地把飞机场拿到手，徐州的援敌就会源源不断地运过来，这对于我们攻城不利。我们应该采取措施，我们协助兄弟纵队首先把飞机场拿下来。对，这是个全局问题。冯参谋长，向打飞机场的兄弟纵队取得联系。是。老周，
河。你看谁来了？赵市长。包团长。参谋长你好。政委啊，老周，我们虽然是配属单位，可不能拿我们当客人待呀。啊，我们炮兵到现在还没开张呢，何师长抠得太紧了，一发炮弹也不准打。嘿嘿，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赵市长，司令，司令，包团长，怎么样？炮弹皮子取出来了吧？取出来了。司令，听说飞机场很吃紧，还要不要我们去支援？要我们动手就下命令吧。来得正好，咱们大家一块下决心吧。我想给他来个声东击西，把他的王牌军调回来，由我们来对付他，改变攻击路线，放弃侧翼，直攻东固山主峰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就抓住了他的要害。老丁，原来的打法是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才定下来的。好啊，谈谈你的想法。东固山主峰是险峰，上面是夹壁墙，下边是碉堡群，敌人火力散布面大，部队不易展开，这在战斗上是绝对忌讳的，避实就虚才是我们作战的指导思想。主峰原来是所谓王牌军据守，我们避开正面绕着圈子打是对的，现在情况变了，王耀武把他的王牌军撤走，换上了杂牌军，我们趁敌人混乱的机会攻上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这是乘虚而入。对，他要保飞机场，我们就拿他的主峰给他个厉害瞧瞧。老丁，现在战斗进行得很顺利，就不要轻易改变打法。老何，我们要的是机动灵活，根据新的情况定下新的决心是正确的。你想想，王耀武为什么把他的王牌军从东固山撤走，而且这么放心大胆呢？可能是他判断的错误，敌人任用我们不敢主动主峰，我们就利用他这个错误临时改变打法，抓住他的要害，打乱他的部署。这是个愿望，可实际情况呢？东固山是敌人外围防守的重点，是个大马蜂窝，要是捅他一棍子，他就会把所有的马蜂都放出来，死盯死咬。我们就是叫他把马蜂放出来。你们看，济南之敌好比是一只老虎，头在飞机场，屁股在东固山。现在飞机场正在吃紧，如果我们仍然在他的屁股下掐他的后爪子，他是不会感到痛痒的。我们必须在他的屁股上猛插一刀，他才会把头调转过来。那要付出很大牺牲，但是减轻了兄弟纵队的压力，断绝了敌人的空源，为下一步工程争取的时间，这个牺牲是有价值的。这是个大胆的行动。他要是不撤走呢？那我们就抓住战机，乘势登上主峰，直逼城下，端他的老窝。王耀武不是个傻瓜，他不会死抱着飞机场不放，把他的老窝让给我们。老丁，我跟你打多少年仗了，像这样的险仗还是头一次。好吧，我执行你的决定。你准备用多少兵力？为了不失掉战机，把你们师全部调上去。好，把主力二师保留下来，对付王耀武的反扑。怎么？那我们炮兵呢？炮口对准主峰。打多少发？全部。
东谷山一号阵地被摧毁，正准备向二号阵地发起强攻，共军的主力已经转移了东谷山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这是共军虚张声势，想动摇我守飞机场的决心。哪来那么多主力？你要沉着应战，丢了东谷山，我拿你去问。孟团长，要狠狠地打，要在敌人空运之前，一鼓作气把他攻下来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什么？东谷山？哦，知道了。东谷山的共军已突破我二号阵地，他们发射的炮弹既准确又划一，可见训练有素，不像敌方武装。共军作战一向避实就虚，我东谷山主峰易守难攻啊，他们却一反常态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共军用的是挖心战术，在他们看来，攻下东固山主峰可以直取我们的心脏，而飞机场只不过是一条血管，心脏停止了跳动，血管自然就失去了作用。喂，啊，啊！共军主力不是在飞机场外围，而是隐蔽在东固山一线。司令官，命令十九军撤回东固山吧。虚虚实实是共军的惯技，不可轻率从事啊。我命令把十九军调回东固山。命令马上撤出飞机场，返回东固山。各指挥所注意，各指挥所注意，敌人的王牌军调过来了，准备对付他们的反扑。这简直是瞎指挥。杰峰，见了他们要冷静。哼，我这是为党国着想啊。王司令官在休息，我们军长找司令官有急事。那好，请稍后。啊，吴军长，有什么事吗？将十九军从飞机场调走，这是釜底抽薪，败坏士气。
指挥失误啊。这是王司令官的决定，鄙人遵命照办。空运即将到达，如有失误，我想吴将军不至于此。军座。咱们回去吧。喂，你找谁？哦，你是绥靖区司令部啊？啊，军座不在。啊，好。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脚踩两只船呢？东北共军已向北宁县挺进了，北平、天津是朝不保夕呀。十九军被调走了，飞机场是守不住了，丢了飞机场，济南就是一汪无源之水，地面援兵根本靠不住。我看赶紧拿个主意给共军回个电吧。对。诸位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呀。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商谈商谈。军座，打还是不打？你说句话，弟兄们听你的。我们九十六军是从手枪旅起家，十多年的心血呀。打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不打自从大汶口一战，共军就向我的内眷递过了话，都因为我对时局抱有幻想，一拖再拖，晚喽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大哥，不能再打了。以卵击石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诸位，我主张打，我们要和共军拼个鱼死网破。对，要是不打哪有咱们的出路。老谢，高见。姐姐，顾大夫请来了。哦，来了顾大夫。太太，又麻烦你了，这位就是给军座看病的大夫，顾女士。啊，华文，还是先请你去看病吧。诸位，稍后。啊，好。诸位，我们继续喝酒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干咱们干杯！张团长，你得多喝一杯。刘师长，哎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啊，来，哦，好。解放军联络部派来了一位科长，住在古书院，想请您去当面谈一谈。哦，这当然
愿当面领教。这是共军联络部的密件。长官们的家眷可先送出去，私人财物解放军均予保护，我相信吴先生是不会失掉这个机会的。守备区指挥所，喂，喂，西守备区指挥所，喂，飞机场全部断绝联系，报告，进来。吴军长的部下少校营长叫黄玉贵的要求见司令官，叫进来。是。我是吴军长部下的营长，叫黄玉贵，我来报告一个机密情况。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吴军长他带着部队投共军了。啊，你要有半句假话，砍你的脑袋。让他说下去。说。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这里来的。我的祖父在北洋军阀手下当过师长，我父亲管着万户庄，是大名鼎鼎的黄老太爷，被共产党杀了。我现在才是个小小的营长，我能指挥一个团，相信我吧，我愿为党国尽忠，跟共军血战到底。嗯，参谋长，把他送参谋处去，要给重赏。好，走吧。是。姓吴的，你真来这一手啊！他妈的，我上了共军的当了。司令员，司令员，你们好啊，小鬼。首长好。首长。啊，到前面看看去。好，好，请吧。郑司令员，有情况吗？没有。司令员，打员的这个差事可真不好当啊。为什么？战士们每天打不上仗，急得直叫唤。要说服大家。咱们打援的部队还没开张，话不好说呀。告诉大家，不要着急。嗯，我们希望敌人早点来打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消灭他。
刘总司令在休息，说我有要事通报。总统殿谕，你济南会战时机已到，令你部各参战兵团速即启程北上，合力进剿，将共军围歼济南城下，勿怠。这是第三次读电。空运失败，五天丢掉了外城，坚守一个月，空头支票。目前共军已疲惫不堪，无力发起攻城，现在出兵正是时机呀。给济南发报，援兵即可到达，务必坚守半月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扭转华东战局，全在此举，保证会战胜利。我任命你为参战兵团指挥联络官，跟随先遣装甲旅。是。看来我们的会战意图共军尚未察觉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都说共产党用兵如神，这一回我要他钻进我的口袋。把他们埋葬在济南的废墟里。参谋，
再等十分钟吧。不行，有紧急公事。紧急也不行，老虎还得打个盹呢。丁司令员几天几夜没合眼，刚躺下，还不到十分钟。叫他进来吧。报，进来。徐州原地已出动。命令各部队加速工程准备。是。首长，还差十分钟，怎么就起来了？情况紧急呀，小鬼，我是指挥员呢。不行，这个时间得听我的指挥。怎么？何师长这么告诉的。哎，这个老何呀，咱们降低点条件怎么样？降低多少？五分钟。不行，五分也不行，休息。小豆，哎，给，这是给首长的报纸。哦，哎，听说你报名参加工程突击队了啊？机关要补充连队，我们警卫班去五名。你送过炸药吗？我，嗨，没啥难的。再见。哦。到哪去？前沿阵地。好。哎，等一等。哎，你很警惕啊。首长，人为什么要打瞌睡呢？因为这里有瞌睡虫。注意，敌机。这一下把瞌睡虫吓跑了吧？走。蒋军弟兄们，快投降吧！向你们的吴军长学习，欢迎你们调转枪口，弃暗投明。喊得好！告诉他们，顽固到底是没有出路的。是。蒋军弟兄们，丢掉幻想吧！蒋军弟兄们，向你们的吴军长学习。桂兰子，丁司令员，可找到你们了。有什么事儿到指挥所去谈吧。哎，走。这是敌人打冷枪，干扰我们修工事。对，田连长，哟，封锁敌人火力点。是。老丁，啊，你们都在这儿。里边看看吧。来来。好啊，
这成了你们的指挥所了。周政委，工程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？孟团长，你谈谈吧。司令员，没问题。好，桂兰子，坐。哎，来来。突击队组成了吧？司令员，瞧，这么多请战书，我都招架不了了。不让谁参加，谁还有意见？好嘛，还好呢。有的连队解放战士增多，老战士总共那么几十个，还带着彩。刚才各连连长还都来缠我。的确是这样啊。老丁，什么时候攻城？上级要求各个纵队越早越好。好。孟团长，明天晚上7点以前怎么样？行，保证没问题。明天晚上7点。老丁，我们尽量提前。明天中午12点以前怎么样？上级的要求呢？今天晚上10点钟以前准备好。今天晚上就打。有什么困难没有啊？我们原来决定由崔铁柱连担任工程突击队，刚打完仗还没有休整，今天晚上再接着打，恐怕战士的体力跟不上啊。可从别的连队补充吗？报告，进来。哎，大老张，团长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来找我们连长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爆炸所的清伤员派我当代表，要求参加攻城战斗。你？我要求回到报部组。好吧，你把左手举起来。举啊。哎呦，团长，批准我吧，我能行。就你这个样能送炸药包？乱弹琴。团长，你看我长这么大的个头，这一小块负了伤，还有这大块的也能为人民立大功。这也不是压秤盘，还论块大块小啊。批评我，我也要去。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你瞧瞧，都是些犟脾气。精神很好，回去别再啰嗦。为什么要参加突击队啊？我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饿死了，妈妈领着我到处要着吃。后来租了地主的一亩地种，也因交不上租子，被地主活活的给打死了。是共产党八路军救了我。首长，批准我参加战斗吧，我要打死几个敌人，为我家里报仇。怎么了？他妈。他妈怎么了？桂兰，跟老丁说说吧。啊，去年睾丸突改，你们刚调走，
幻象团就闯进了村子里。给我拉出来！给我砍掉那个什么贫血主席的脑袋，给我祭祖。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。这是万户庄乡亲们让我交给咱队伍的，我把它交给你。我们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。首长，我坚决要求参加突击队，批准我吧。你？我是个共产党员，参加过攻坚战斗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首长，批准我吧，我要为大娘报仇，为崔连长的爹报仇。这些都是首长已经换洗的衣服，他喜欢用凉水洗脸。这个是他的专用水壶。哎，这里是首长常用的军用地图，这是他抽的香烟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他多抽，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给他一支。我就要离开他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他，你放心好了。小陈，今天晚上10点就开始攻城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他，坚决保证。小陈，小豆，小鬼，你看谁来了？小豆，崔连长，报告突击队长同志，战士窦小刚向你报道。怎么，你也参加突击队了？不，你应该留下，好好照顾首长。真的，首长已经批准了。我的工作交给小陈儿。铁柱啊，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8月15。前年的8月15，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就是这天参军的。你站在俺们庄的庙台上还讲过话呢。是啊，2年了，那时部队是在农村过的，说不定明年的中秋节要到南京城里去过了。来，吃梨。要是桂兰姐在这儿，那就更好了。司令员，你们见到她了？见到了。桂兰她娘和你爹。铁柱，你看，这面红旗是用鲜血绣成的。
他凝结着万户庄乡亲们的血海深仇，他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期望和对我军的信任，党委决定授给你们突击队。要求你们发扬我军勇猛杀敌的战斗作风，把它插到内城的制高点上，进去完成任务，打进济南府，打进济南府，活捉黄药虎，活捉黄药虎，打济南府，活捉黄药虎。王司令官，为什么不叫十九军把东固山给夺回来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配合援军内外夹击，必须有强大的后备兵力啊。厚度75公分，抗爆能力呢？啊，问你用多少炸药能炸开？50公斤。加厚。是。加厚。是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战斗部署啊？3天。太慢了。徐州方面已经出兵，刘总司令官严令我们再坚持15天，不在话下。共军需要休整3天，他才能喘过气来。嗯，不可轻敌呀。今天是中秋节，要加强防守。是。司令长官嘱咐我们大家，要我们共度中秋佳节，一来嘛赏月，二来嘛庆祝伟大的胜利，干杯。对，我军连日奋战，已将共军挡在城外，我们的援军将从徐州降临，共军现在进退两难，一筹莫展，我们要尽情欢乐。来，大家干一杯。请问参谋长，我们是打赢了还是打败了？问得好，问得好。罗将军为何口出此言？东固山飞机场一败涂地，将我们调来调去，疲于奔波。吴军长投奔共军，不辞而别，这是一杯苦酒，不干。老兄，你是喝多了吧？吴军长没有投奔共军，他为党国殉职了。啊，是是，他效忠了，说我们打败了。我关锦衣吞了这回9000。东固山让给共军，那是王司令官对老兄的器重，储备精锐，等他娘的援军一到，我立刻把他给夺回来。来，干！
本人并不悲观，虽然偶尔失利，但战线缩短，聚累固守，以一当十。来，我们的事业和精神是神圣的，为他干杯！为大会战的胜利。济南是神圣的，永远属于我们。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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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开炮！
炸开，突击队开始登城。Thank you.
崔连长率领的突击队与后续部队失掉了联系。命令一团连续突击。是。老丁，有什么情况？我到一团指挥所去了一下，战士们打得很顽强，打出了大公医师的作风。嗯，战斗进展得怎么样？敌人居高临下，我担心崔铁柱连顶不住，给他们派上去一个连。孟团长一看急眼了，又带上几个连进行了强攻。攻上去没有？没有，倒增加了伤亡。一团消耗太大，应当把孟团长换下来。我已经下达命令，让二团去接替。这个仗比原来设想要复杂的多。打开了突破口，还要经过反复的较量。没什么了不起。摸一摸崔铁柱的情况，找一下炮兵团长一块研究一下。好。报告。进来。司令，我搞不通为什么把我们换下来。我们能打，就是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到底。要冷静。部队换下来了没有啊？正在往下撤。好，好，坐，坐吧。打白刃战，短兵相接。我们大炮也失业了。战士们看着步兵老大哥的处境，这心里是，怎么说呢？恨不得把大炮装上刺刀啊。对，咱就来个抵近射击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崔铁柱同志，何师长派出了一个侦察班，城楼两侧都找遍了，也没有发现他们。我知道了。这个鬼地方夺取了我们多少同志的生命，我不能给他们丢脸。我们团从来是打着红旗进去，插上红旗出来的。司令员，我们要求继续参加战斗，突不进去不好向人民交代呀。作为一个指挥员，越在这种情况下越要保持冷静，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到部队里边去。不是不叫你们打，是叫你们休整一下，更狠狠地打。是。这块骨头真难啃。城墙是个大马蜂窝，消灭一帮又冒出一帮，消灭一个火力点又出现一个。突破口正在反复争夺，部队伤亡很大。有困难吗？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。好的。原敌已经到达大运河以南地区，你们要抓紧突击，争取在原敌上远之时把济南打开。是。重要的是时间。我明白。来得好快呀。
报告，司令员同志，敌机射击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好。老包，你真把大炮上成刺刀了？这样就可以顶步枪用了。徐州的援军马上就到了，我们的王牌军也出动了，要把共军赶到城下去。这次的打靶要一起冲上去，谁要是萎缩不前，按连做法，立刻枪毙。他是关军长的老长工，就是因为不服从指挥才落到这个下场。给我拉出去枪毙。走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他是我的老长工，临阵逃跑，把他放了。放。可惜呀、啊，可惜、啊。我们要集中全力，从几个突破口，要实行强攻，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。报。情报处报告，王耀武把他的预备队王牌军开始调往突破口。好嘛。王耀武想搞内外夹击啊，立刻和兄弟纵队取得联系。是。命令午后6点开始攻城。是。兄弟纵队都联系上了，保证6点钟开始全面进攻。好。你们要支援突击队，消灭一切顽抗之敌。Thank you.
司令官，共军主力已突破我市区第二道防线。啊？我是刘志，我是刘志，我是王耀武，请总司令姓氏。老弟，总统派我来向你面谈，请你赶快收缩兵力，死守内城。请援兵快来，请援兵快来，援兵马上到达，请你再坚持五天。祝你成功，祝你成功。济南危在旦夕，都令援军快速行进。通知各兄弟纵队，把敌人放进来再打。是。打。王耀武。